王力宏忙完多伦多影展的火力全开演唱会电影首映后，宣布全面停工，进入为期两个月的陪产模式，专心照顾怀第二胎的老婆王静蕾。经他在脸书表示，两个月的陪产假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扎克伯格以身作则的主意。其实王静蕾前年生第一胎时，王力宏就特地在预产期排开工作。王力宏说，想想看，如果一个这么忙的人可以这样做，我又有什么原因做不到？确实，很多的研究证明对未来家庭的建立有好处，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，还能减轻母亲产后忧郁的程度等优点。除了为了即将出世的宝贝着想，心疼爱妻的心情也表露无遗，真是羡慕死人了，这么好的老公上哪儿去找啊。王力宏还透露，旗下红声音乐员工们一样有两个月的带薪带产假或陪产假，喊话我们十一月再继续火力全开。网友大赞，王力宏是好丈夫、好爸爸、好儿子和好老板，将心比心真的是好老板。二哥，你公司有空缺吗？我也想去上班。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